这么多年了，他要回来，他早回来了。答应我跟我在一起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俩了？我真不该回来呀、啊！你可真没让我失望啊，我的好兄弟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好久不见，我看你惦记我女朋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当年我把她托付给你，那是因为我相信你，我让你好好照顾她，我没让你追她。你要是喜欢她，你可以早点跟我说呀。我在的时候你不说，我走了，你可真会把握机会呀。你很聪明，刘雷。你一走就是三年，他最艰难的时候你在哪？你告诉我，你人在哪？好，咱不说废话。我当初为什么离开？我告诉过你，你心里很清楚。我让你好好照顾他，你就这样给我照顾吗？啊？你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没告诉我？我以后再向你解释。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回来，你怎么说我无所谓，我不在乎。好。我知道你不在乎，可我在乎，我在乎他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今天约我过来，就是想让我看见你俩现在这个样子吗？要不现在你问问他，到底是想跟你继续留在这儿，还是跟我走啊？魏林，来。去哪儿了？你别问了，我这次就是为了你回来。我刚下飞机就给刘雷打电话，我不知道你今天在这儿，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儿。你为什么不辞而别？你知道这几年我怎么过来的吗？我满世界找你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快被你折磨疯了。你听我说，这些年我发生了好多好多事儿，我没办法跟你说。我没想过我还能回到这个城市，没想过能再见你。你是我心里最大的坎儿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不用跟我道歉，不需要你的道歉。我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生活，你现在又突然回来，想来来想走走，凭什么呀？一句道歉就想让我原谅你，凭什么呀？我不指望你能原谅我，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弥补你。我很想你。你混蛋！魏琳。